我朝朝落去下低花園打拳嘅，同我打拳嘅咧係有一班嘅阿伯啦、阿公啦、阿嬸啦、阿師奶啦，個個都差唔多做咗嫲嫲啦、做咗爺爺啦，或者做咗公公婆婆啦，個個都會講嘅。唔知點解我哋教仔教女嘅時候咧就好惡死嘅，又打啦，又鬧啦，又罰啦，但係而家做咗公公婆婆，做咗爺爺奶奶，我哋睇住啲孫仔，睇住啲孫女，一味就係只識縱嘅啫。點解會係咁嘅呢？咁我話啦，你問我，咁我問邊個啊？我自己都係一樣嘅啫。我生咗兩個仔，直至到35年之後，我大仔為我添咗一個孫女。個孫女一出世啊，甚至連西人醫生都會話：點解咁似爺爺嘅？除咗佢有頭髮，爺爺冇頭髮一樣，個孫女似實足爺爺。並且呢個孫女啊，係同我相隔咗60年一個花甲，不過係同月同日出世嘅。你話啦，佢係咪我心肝寶貝啊？我孫女第一句說話唔係叫爸爸，唔係叫媽媽，係叫爺爺買啊！因為佢阿媽成日抱住佢喺屋企話：爺爺買嘅，爺爺買嘅，爺爺買嘅。佢以為我嘅名字就叫做爺爺買啊，所以佢同我真係親得無比。到後嚟又添咗個細妹啦，即係我有兩個孫女，我就定義不如將佢宣告清楚啦，我就向佢哋嘅爸爸媽媽嚟宣告啦。爺爺嘅存在一年只不過係兩三個禮拜嘅啫，我嚟探望你哋咧就唔會太耐時間嘅。你哋唔該，你俾個牌照我，可以盡量嘅嚟寵佢哋得唔得啊？到我走咗之後，你先同佢哋講翻規矩啦。好啦。當兩個孫女大概是4歲、3歲的時候呢，已經比較懂事的了。她媽媽就捉住我，要我告訴這兩個孫女聽，爺爺、嫲嫲來探訪你們的時候呢，他們會破壞很多的規矩，是我們容許他們是破壞這一段時間的規矩，不過之後呢，你們要守回規矩的，明不明白啊？兩個細路女都話明白，不過爺爺嫲嫲縱我哋嘅時候，你哋就要眯埋眼，揞住耳，當係睇唔見，當係聽唔見嘅噃。我相信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往往唔可以難咗老人家嘅，因為呢種差唔多係天性。當佢哋要為仔女做負責任嘅時候咧，佢哋一定會係好嚴格。到而家年紀大啦，脾氣又冇咗啦，又睇見你哋兩個仔女都幾似樣嘅，都唔需要太過緊張啊。咁啊，不如種下咯。咁你就同佢哋講啦，嗱，爺爺、嫲嫲、公公、婆婆，我知道你哋係好錫啲孫仔，不過都係有規矩嘅。請你明白，我哋屋企係有幾條底線嘅。其中一條底線是對長輩必須保持禮貌，不可以向長輩嚟發脾氣，不可以不尊敬父母。你就將幾個重要的底線講俾你公公、婆婆、爺爺、嫲嫲清楚知道，亦都同細蚊仔講啦。細蚊仔都知道是有不同的處境啊嘛。他們很能夠適應的，也都很快能夠適應的。我相信溝通是那個長輩對下輩那種的縱容的唯一的解決方法，不是攔阻他們，不是拒絕他們，不是厭惡他們，而是跟他們有所溝通。我還有一句這樣的名言的，好的還不壞的，壞的又還不好的，
如果你屋企教細蚊仔係有相當嘅份量嘅話咧，佢係未必能夠比你公公、婆婆、爺爺、嫲嫲種得壞嘅。我有一個好好嘅朋友，係香港大學嘅教授，佢同佢太太都係滿有學問嘅，生咗一個嬌嬌女。而嗰個奶奶呢，係寡婦嚟嘅，所以就係跟住個仔一齊住嘅，住喺隔離嘅啫，即係喺埋一齊嘅時間有好多。好啦，當生咗個女嘅時候呢，兩公婆都要翻工，嗰個奶奶就同個仔講啦：你會唔會容許我幫手嚟教養你個女啊？個仔當然同意啦，因為佢媽媽是香港一間名校的校長嚟嘅，而家退咗休啦，全時間嘅嚟教嗰個女。好啦，同其是由於呢個校長有自己一份嘅收入啊，亦都係相當豐厚嘅收入，所以佢好想個孫女咧係穿戴得漂亮嘅，係不停咧係買名牌嘅衫俾個孫女嘅。爸爸媽媽就要話俾嗰個女聽：你要習慣嫲嫲咁樣寵愛你，係嫲嫲佢係愛你嘅一種方式。但係你唔好俾名牌淹沒咗嗰個真相。咩叫做價值？咩叫價錢？到後嚟我而家識得呢個女仔啦，大個咗啦，結咗婚啦。真係可以話係我所見到嘅最賢淑嘅一個妻子，亦都係最精明嘅一個媽媽。好可能係兩代人合埋一齊嚟教養佢，以至產生咗一個精英當中嘅精英。咁樣嘅例子，我希望發生喺你嘅屋企。咁樣嘅例子，我希望是發生在你的仔女身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實在感謝你，因為你開宗就明義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肉身。你是為我們立了一個榜樣，溝通，溝通是人與人之間，溝通是神與人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環節。求你幫助我們做這一代的學習，怎樣跟長輩、跟老一代的來溝通，幫助我們學習怎樣跟我們的下一代的我們的兒女來作溝通。若果我們有了兒女之後，我們自己彼此可以作這樣的溝通，講給妻子聽話，我現在要學習怎樣做爸爸了，請你幫助我。妻子也對丈夫說：丈夫，我現在要學習怎樣做媽媽了，請你幫助我。兩夫妻也跟長輩、跟爺爺、跟奶奶、跟公公、跟婆婆說：長輩啊，我希望你跟我們一起學習怎樣做一個公公，怎樣做一個婆婆，怎樣做個奶奶，怎樣做個爺爺，以致到我們的孫兒能夠在神面前榮實益人，幫助我們有這樣溝通的膽量，有溝通的機會，有溝通的技巧。聽我哋祈禱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鼓勵你上創世電視 Facebook post 一句激勵你嘅聖經話語，再分享原因 ，tag 三位朋友 share 喺自己嘅 Facebook#聖經實踐攻略，寫得好嘅五位朋友會獲贈精美禮品一份㗎。